哎，给几块哈？你在做讲什么？牛肉卤炒要吃啊？来四百了，这一包二十块牛肉，一包卖我你加500，两包卖1400了。这条村这包200上面还没有了。牛肉卤二十块以上的牛肉，200上面吃啊，200块了。我敢会当开始甲恁看一挂鱼啊？我看一挂鱼啊，恁吃啊？啊啦？香肠啊，大条的啊。哦，石目鱼香肠，阿峰诶。有冇啊？好，一个石目鱼香肠，帮我评看嘛。啊，这来恁听我讲，这箱鱼啊，石目鱼香肠，这箱鱼啊，恁全部人家买一份当去煎，这肉，这叫脱脱的尾溜，干来一支两分。一顿的素盐大蒸，肉有够嫩，有够 Q 的，大型的鱼啊，鲑鱼，哦，鲑鱼啦，土土鱼这种安尼嘛，拢是每日咧行。啊，人讲哦，咱含人同骨，有咧运动，咱的肉一定较结实。啊，恁食看嘛，哦，这素盐大蒸就好啊。来，你要食土土的尾溜，卖300-500，200给我就好啊。来，你要食土土的尾溜，200块给我就好了。这素盐大蒸有够甜的。来，200到要食土土下方，土土的尾段啦，200有人要吃哦，200块。200到人要吃的200块，那个土土的那个尾溜200块而已，200到人要吃的200块就好，可以一个人家拿钱吗？200块阿公收起来，我不吃就好。200到人要吃这土土的尾段呢，这肉真的嫩又 Q 啊，我拿起来也不能说卖无半个，200多啊，鱼腥我也是要卖一两个，要不拿起来卖无半个我怎么浪费啊。有客钱的人家，敢若一句话就好啊，加吃半啦，啊无要安怎？咱就客客，啊无要搁客落去，卖无半搁客落去，安尼我嘛艰苦呢。来啊，再搁送你嘛，来200块就好，来200怎么吃？好吃啊，土土的尾溜啊，再搁你啊，再搁你啊，下顿去煎啦。我这块尾溜绝对无你失望的啊，你甲我真真答应啦。恁吃完啊，你啊客客同意啊，客客同意啊，卖讲起来卖无半个啊，浪费啊，来啊，面子问题啊，加吃半，最后搁一个200啊。这堆拢我离啊，两百了，好啊，两百了，卖讲客气啊，无卖啦，你阿烧个卖东西啊，最后这200上面也无啊，来三个啊，来啊，谢谢了，我一收都无，我今日无啦无，这煞把鱼烟肠上面吃，我的煞把鱼烟肠用煞把鱼。加猪肉，你外口买无真好吃啊！一包卖1800，你若到即摆阁唔捌买过我这個，你甲我买一包当试食看卖，200了。来两个，来200块了啊！石目鱼香肠用沙白鱼肉加猪肉，200块了。最后一包200块，这煞久无亮相，拢欠回够无？来一包，够啊！鱼皮，来鱼皮，来200。好。来最后一包无啊，200。有浪费鸡腿卷吗？有，鸡腿卷当我抢了了呢。最后一包200上面吃无啊？抢了了。有啊，来这无毒病啊，这足贵哦，无毒病。来客哥，好。恁家人要食白带鱼，来白带要食开500好无？500块啊。500有人要食白带鱼无？500。我来讲啊，免500，唔免互你开400，35啥物事啦？安尼拢无啊，一个装包啦，35你客客同意啊，剩一个啊，35啥物也无啊，300有白带鱼啥物事？大地哦，35啥物事啊？300就好了，OK就好了，300块就好了，300块了。海边啊！你这是安怎？中午啊，拢走了。过来要食什么？汤包啊，你要个汤包啊？你要煮熟的吗？你要生的还是熟的？生的，好不？来，上面食虾仁鲈鱼酥，这里底几种虾啊？虾仁鲈鱼酥满满虾啊，真在只，这我只要一包400啊，这无好笑的啊，啊做400加400偌济？5个人加出手，拢无啊，十暗尔，一个人加两盒，这冰箱够好冰，真真的就好啊，200块就好啦，200块就好，200就好啊，虾仁鲈鱼酥，恁娘这一粒卖10块，你唔免阁看落去啊，几个？来两个，一个五块，你过来帮忙。啊，做你几个 ？OK 啊，两个。200个要食虾仁鲈鱼酥哦，满满虾啊，这不好笑呀，这真材实料呀。来。你看人要好食，是该买4包，这袂好笑伊啦。这无虾啊，人无爱买啦。你无买，人给你试看卖啊，100就好啦。来，你没有买就个人买100块试试啊。来者。十对无，你浪费十对无，你失望的啦。人卖无财，无钱买死啊吧。来200只，100只。这就是虾啊，侪啦，唔只真材实料，唔只买400。一顿个煎到赤赤，一家你会调。有人要食这无？手工的无？
这手工的手工空炸饼，这当然蒸这个啊，你甲蒸两就好啊。这一包八袋啦，一包卖300-500拢免啦。我来讲啊，我这四包啦，卖四个人客，一人客一包，当然用蒸的就好啊，一包了。来两包。100块上面写100块，葱抓饼上面写100块就好了。我吃。葱抓饼一包，要吃无？最后两包100块也无啊。好，这个来当我的休息。最后一包一包要不要来啊？啊，剩一包上面也一包啊。这包你若无买，我其实我无半暝要用面咯。谢谢，感谢您。小龙汤包上面一个拢无啊？啊，谁啊？150就好了，美女，150就好了。这150块，150，你要一包两包？我加15包。那小几包？3-4包而已啊，4包会不会太多？不要买那么多了，你买一包两包没关系。4包。那个4包。买了，用多少了？4包600。小龙汤包够无？好。因为小龙汤包20包啊。我大概来拢无一点钟就卖了了，真是啊！大概买，大概好落啦。我这台先阿卖卖，夭寿！这我袂晓卖嘞，这我袂晓卖嘞。这台是阮公司上贵的牛吧？这台是阮公司上贵的牛吧？姐，这足贵的啦！我甲你讲啊。我平时阮家的平时我拢平这啊，我拢食这块啊。好，来，优惠你拢看有，同款是1855，好，安格斯，暗迄块两片装菜对，差两厘特级，安尼，这一块行价1000起条，来，我来讲，1000加1000偌济，还2000，足贵的哦，这足贵的，我来讲，你要食好的还来哦，全部招5个人客甲我买。3000、2000拢唔免，先客钱先赢，1000了，来上面食1000块，优惠安尼有块无？有水无？1000块上面吃，这个你足贵的啦！来1000好了，1包安格斯特级的，1000块，人要吃好的牛肉无？1000块，来啊，无安尼啊，4个人白买就好啊，1000上面吃1000块，我那当时搁补个炸鸡来，这较贵，就成本较贵，炸鸡你看嘛，1000够未啊？1500人要吃好的牛肉无？照顾个人家看一下，人家可能唔知道我咧讲啥物啦，照看看有水无啦？各位记得帮我按赞哦。全价卖了，可以的话把它拍下来。哎，普通拢也扫过呀。我来讲啊，恁卖考虑啊，恁绝对买袂着啊啦。先加钱的啦，感谢恁啦，3个加钱落啊，1000落啊。来1000块上面吃1000块落，1000块，1000块上面吃哦，1000块。来，我收起来。今我厝无够食啊，来收起来了。恁个人要吃玉米布丁酥。玉米布丁酥就是一点啊，鸡块内底全部拢翻面，还佫爱加奶油，这当个真正的真鲜，规斤造价胖公公，一包一公斤卖300，卖500来，加了4包俩，一人买1包落啊，100落，来100块落，够啊够啊，三个啊，3个啊，是啊无啊，好，怎么样？无啊，是，好，来叫人金龙股啊，先生，来点钱啊。我们，你讲我叫椒盐鸡茸，你那多吼，你那多的玉米半斤出来，要煎要煎熟，要煎一包，叫人家看清楚。谢谢啊。是啊，叫人家看清楚，味也有人家看。椒盐鸡茸，你飞机牌看哪摕去？我飞机也袂包包那样紧啊，今仔早休困了。这一包精油上盖无爱500，这俩都有一个软骨啦，季节愈薄愈胖。一包精油卖500，400唔免啦，你先给钱的怎样？开200了啊，来200块了啊，200块。胶原鸡软骨上面写200块，然后胶原鸡软骨足香的啊！你看人家好食买2包，有人要食胶原鸡软骨哦，200块了，200块。来者，200块要食胶原鸡软骨哦，200块了。拢有啊，来，谢谢，安尼甲收起来。柠檬式小腿，来柠檬式小腿吃。这柠檬式小腿就是鸡翅后边去鸡腿，伊甲你饲内部，伊这是全熟的全熟。高温杀菌，等于透开就当吃，啊你买当个高烧买当，这一包含个2500加2500偌济，卖500。那这支鸡翅啊，你搞袂着，你一定爱当来啊，我无甲恁好笑的，全部5个人客，一人客2包，先客先赢，开200了啊，来200块了，柠檬式小腿200块了，来200块上面讲柠檬式小腿200块了啊，来个人要讲柠檬式小腿无，200块。
这包哦，不是我的好笑，不是我伫替这间公司背书啦，不是啊，真正太好食啊！恁无买的人，给你搞试一届看卖一百落啊！来，你没有买的客人买一百块试试看看，绝对不会骗你，你敢用我收落啊？非常香啊，一百块落一百块，柠檬刺小腿一百块落。这边两包啊，一百。来，拿给我。你要一百落呀？好了。这边，我都还在生感情。你要个结婚啊？真的收起啊！你哪不爱买啊？这不是我自己要给你骗的。上蛤蟆不 OK？ 上咩蛤蟆？恁啊，恁做伙吗？做伙。你蛤蟆唔免买啊？你若敢讲蛤蟆去人买，你都要用笑，蛤蟆免钱，两个拢送。哦，蛤蟆免钱，这拢送你。来，你若要加冰啊，阮阿峰讲，阮阿峰会甲恁加哦。感谢恁两好。好，你先处理你，你看伊会着，你用整理者，你唔好用头毛，规手摸好，规手算好，爱注意，迄人拢歹钱的。好，你先去整理伊两个会好啊啦，爱去洗洗啦。好，春天我来，你去整理伊两个会。好，来春天我来就好啊。您过来要吃啥物？佛跳墙啥物啊？佛跳墙咪抢了了。上面佛跳墙，谢谢。啊，帅弟，我是要陪你等我一下。上面吃佛跳墙嘞，佛跳墙要吃来三百块了吧？三百块了，佛跳墙。有人要吃佛跳墙嘛？三百块了。我感觉今日人都最有钱了。这一包啊，一公斤的佛跳墙煮爱三百几只无？爱鱼啊白无？我来讲听好。两包的、五包的、六包的，我拢唔免。你要食佛跳墙，先加钱赢三百落。今仔日先加钱的话，做优待人啊少着来，这包我头家收上三包，三百落。来，上面食佛跳墙的三。